老师好，我是陈英竹，谢谢你这一年的指导。在这一年，我在你身上学到很多，除了课业的知识外，还有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在五年级这一年，老师你还有带我们到很多地方玩，像是福和桥湿地、吉普力动画手稿展，还有科教馆，都令我难以忘怀。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字音字形的比赛。老师寒假有给我们考古题，开学后再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练习。经过我们努力的付出后，我虽然只拿到了第六名，但还是谢谢老师的支持。老师，你要回台南了，回到家乡一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你换你提了。